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乐天国这里。今天呢我就、又是来跟大家唱一下歌啦。为什么选今天这个日子来跟大家唱一下歌呢？都有几个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因为四年前的今天呢，其实就正正是我的一个紫色的音乐会，就是今天和明天3月4号和3月5号。这个日子呢对我来说呢很好有意思啦。咁因為咧，其實就係我自己當年好有一個心願想做嘅一個音樂會啦。咁同埋正正就係因為當年我嘅貓貓啦，我嘅心愛嘅仔仔炮谷咧，就喺我第二日嘅音樂會嘅時候咧就離開咗我。咁所以咧就對我嚟講咧係一個好有好有意思的一個日子啦，咁所以咧就今日適逢咧就係四週年啦，咁啊所以就想喺度同大家唱下歌嘅。咁啊嗱，當年咧我就紫色的音樂會咧，其實咧就係有主題嘅，個主題咧就係我唱咗好多楊千嬅歌曲啦。咁但係咧今日咧我就選擇咗咧喺呢一個日子咧，都揀咗一位咧我好喜歡嘅女歌手嘅歌咧嚟唱俾大家聽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彭玲啦，係啦，咁啊可能咧對好多嘅即係比較年紀輕啲嘅朋友嚟講咧，呢一位嘅女歌手咧都未必係你哋好認識嘅歌手啦。咁但係咧呢個咧就係我自己好中意嘅女歌手嚟嘅。咁啊而且近年咧都比較少聽到佢唱歌啦，咁所以咧今日咧都揀咗一啲佢嘅歌咧嚟唱俾大家聽嘅。咁啊當然啦，大家咧都知道啦，我咧就即係通常咧喺呢啲位置咧，我都係中意唱啲比較未必係好多人識啦，或者未必係好多人中意啦，或者係未必係最熱門嘅歌曲嘅。咁但係今日咧都揀咗幾首歌曲嚟咧同大家唱嘅。咁啊，但係都係嗰句啦，開始唱之前咧，大家記住咧就係、要 subscribe 我個 channel 咧，撳嗰個鐘仔啦。咁所以咧以後咧每一次當我哋有新片上載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咧就可以即係聽到我唱歌啊，或者聽到我播歌啊，或者聽到我訪問歌手啦。OK， 好啦，咁啊今日咧我就試咗一個新嘅 app， 係啦，嗱呢個 app 咧我係冇人俾錢我噶，冇 sponsor 噶。雖然如果你想 sponsor 我嘅，我都好歡迎嘅，係啦。咁啊試咗 Jux 嘅呢一個 app 咧，原來真係好多歌唱喎，同埋係咯，即係總之都幾好用。咁所以咧，今日就先揀嚟呢一隻歌，好睇下你哋識唔識先。心宵吹风铃，铃声如像我心叫未停，呼唤你，终未静。曾风般吹心中风铃，曾当来共我爱得要命，今夜你。和谁温馨？想找的找到了么？所写的可有恨错？你与我往日为何？不欢的消失了么？新欢中可有遇过？爱你如我那么多。实在付出为何？原来情人不是我，更爱你也是奈何。实在实在不想好，然而强人不是我，伤的心不想可以摸。铃声，他不懂得爱命，从未明白你走的决定，声是暖，人凉冰冰。他敲出
说当天笑声多么的清脆动听，诉说你我往日情。他敲出依稀背影，所讲的都涉及你，这片灵雨像心声。但实在愿他暂停，用从前无声逝去，了结了往日事情。旧时像呼像令，而绵绵铃声着我，永远永远也未平静。找的找到了吗？所写的可有恨错？你与我往日为何？不欢的消失了吗？新欢中可有遇过？爱你如我那么多，但实在付出为何？原来情人不是我，更爱你也是奈何。实在实在不想我，然而强人不是我，想的心不想可以摸，风不吹不哭可以摸，不哭可以摸。从来未唱过呢只歌噶，咁所以咧就好开心可以唱咗呢只歌啦，系啦。嗱，我唔知呢个 app 系点样 work 噶，所以我唔知佢有冇偷偷地将我啲嗰啲声画录低咗。呢、這个低炒嘅角度就唔系好妥当嘅。OK， 好，咁咧就啱啱呢只咧叫做《夜风铃》，《夜风铃》应该系来自《抱着你的日子》嘅专辑嘅，咁都系一只我自己咧好喜欢嘅碟嚟嘅。咁好啦，跟住落嚟咧。真係咩歌都有得唱噶，呢度真係好。跟住呢一隻咧，我就係好中意嘅。同埋我嗰個原本嗰個紫色的嘅音樂會嗰位主人翁咧，都有啲拉楞噶。因為當年佢參加，佢當年參加新秀嘅時候咧，都係唱呢只歌嘅。咁啦，嚟啦。如若世上还有能令我信一个理由，心灰心死了，便是等得太久，能令我决定离去。埋没理智，等到最后，空虚中挣扎，静待着你插手。是朋友，为何仍然要走吧？来往我那刹那泪流，我是这般绝情，全部怪责，不怕承受。如若是朋友，和和平平说分手，然后我又再爱自由，你让你追或求，寻觅最痛苦中缺口，往日守旧。尚还有情或爱，你想过接受，好好把握了，别再浪费时候，尝试努力忘记，忘掉雨伞中你回眸，一天的忧郁分外令我难
手，是朋友，为何仍然要作罢？呆望我流沙那泪流，多次这般说情，全部怪责，不怕承受。如若是朋友，和和平平说分手，然后我又再爱自由，你又你追或求，寻觅最痛苦中缺口。不可因为爱意拥有，停止每天再要求。爱我那人应该会知，情浓如初邂逅。这般绝情，全部怪责，不怕承受。如若是朋友，和和平平说分手，然后我又再爱自由，你有你追或求，寻觅最痛苦中缺口，再度自由。呢一隻咧就係等得太久，係啦咁啊，等得太久係來自《如夢初醒》嗰只碟嘅。咁啊，彭玲真係屬於我嘅年代嘅一位好有代表性嘅女歌手啦。咁都係我自己好中意、好中意、好中意、好中意，亦都好期待。唉，都唔會再聽到佢新歌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係唯有就係追住佢啲舊歌先啦。好，咁跟住好，現在離開。好，跟住咧。下一隻唱咩好呢？下一隻唱啊，唱呢隻啊，不如其實我揀咗嘅，揀好咗要唱咩歌噶啦。咁啊，今日如果唱唔曬想聽嘅歌咧，咁就可以下次再唱啦。嗱，呢隻正啊，呢隻大佬，但係呢隻咧就真係唔係好 capable 嘅歌嚟嘅。好，呢隻係跌咗落個井度，好正，中意。识唔识啊？呢只歌，呢只歌系佢未开始红之前。再推托，仍能不说不一声，唯独你和我仍充满神秘爱情，谁能清醒？为何越来越难见面，才越来越想见面？可以割除一点，仍然各自各在欺骗，仍愿意浪费多少晚，换你和我到那一天满天。是好，始终要做余下最难过的剧情。如果得不到爱情，仍然要得到那过程。而就算好景过去以后，还有阴影。被拒绝，才越来越想了断。该醉不醉的手，才能够越渴越心酸。唯独爱人只近非远，才会突然情迷意乱。
从离别前满人气味，回味甜蜜的片段，只有真正失恋才能知道怎与相恋，唯独最完美的小说才有人说何以写得太短，如何是好始终要做余下最难过的剧情，如果得不到爱情仍然要得到那过程，而就算好景过去以后还有阴影，余下最难过的剧情，如果得不到爱情仍然要得到那过程，而就算好景过去以后还有阴影，如果得不到爱情而就算好景过去以后还有阴影，好了，跟住咧，跟住唱咩咧啊？仲有唱多两只歌好了，因为咧今日时间咧真系有啲赶嘅，因为冇搞到咁夜啦，费嘈亲隔篱啦，等得太久唱啊，好写低咗噶，真系好了，跟住呢一只咧，都系比较早期少少嘅歌嚟嘅。我又想讲嗰句说话啦，就系、我好中意嘅歌，我真系好中意嘛。不过喺继续唱歌之前，就饮翻啖我最中意嘅功夫 tea， 系啦，功夫 tea 系啦，冇sponsor 噶，纯粹真系中意饮嘅咋。咁但系你想 sponsor 我咧，我都好欢迎噶，系啊，我远声直入广告系啦。咁我如果下次远声直入咧，我就会将佢摆喺呢度。跟住就唔出聲咁樣就飲一啖，然後飲完擺翻喺度，即係好似嗰啲大台最中意做嗰啲嘢咧，扮唔係 sponsor， 但係其實係嗰啲。嘿，好啦，好，跟住唱呢只，因為要唱啲女士嘅歌曲咧，全部要搞 key 啊。呢只又系啲啊嗰个年头好兴嘅改编歌嚟，唔知有几多朋友认识呢只歌咧？山顶嘅朋友如果识唱嘅，可以跟住一齐唱噶。爱只是迷失去向，闭起两眼慨叹，愿看不见。这两份情在我的心，如何交出一个决定，在这刻心思紊乱，他跟你谁伴我在这一生一起，在茫茫人海别聚离开，太多悲欢交错故事在我心，每段人生每份情感
只盼我在某天可走到完美。过去共你渡过甘苦，多么珍惜你的爱，那回忆了无影里跟他，悠悠点起一片爱念在我心，心思太乱，全不知道谁伴我，是那方应放手，在茫茫人海跌坠离开，太多悲欢交错故事在我心，每段人生每份情感，只盼我在某天可走到完美，谁无悔，不管对错只管爱，承担起他朝结果，谁无错，求可多爱，不想看见某份浓情牺牲，在茫茫人海跌坠离开，太多悲欢交错故事在我心，每段人生每份情感，只盼我在某天可走到完美。而家呢個年代好少嘅，好少呢啲咁樣非歐嘅歌，係啦。咁啊，大家都應該發現我係其實彭羚啲歌我真係好熟㗎，即係我真係可以有啲係唔使睇歌詞嘅。咁但係頭先唱嗰只《如果得不到愛情》咧，係好似急口令咁樣，咁樣啦。咁所以就係咯，咁都要睇下歌詞嘅。又走出嚟哦，佢系 replay 翻俾我睇，我自己头先唱嗰啲乜嘢啊？系啦，咁所以呢个 app 咧好方便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唱歌嘅话咧，咁都可以用呢个 app 咧，即系自己喺屋企啦，又系继续都系未可以出去唱 K 啦。咁所以咧，到大家真系可以咧运用呢个 app 咧嚟唱下歌嘅。咁好啦，快乐嘅时间咧，我觉得特别快啦。咁所以咧，就大家就即系如果中意听我唱歌嘅话咧，都记住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。咁啊，得閒無事我就會無端端咁樣 upload 啲唱歌嘅片啦。咁同埋，如果大家聽過，即係覺得我揀啲歌都幾好聽喎，咁又唔係，但係又唔係特別想聽我唱嘅話，都唔緊要嘅。咁因為咧，我哋每個禮拜二晚咧10:00咧，我都會 upload 我嘅每個禮拜嘅樂天國嘅音樂節目啦。咁因為呢個咧都係我嘅我嘅最耍家嘅功夫啦。咁所以咧就係、每個禮拜咧，我都會製作一個音樂節目，咁就會將我自己最中意嘅一啲中文歌曲、廣東歌曲、國語歌曲咧，就即係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咁樣啦。咁好啦，最後揀呢只歌咧，就係、是、咦，頭先明明一早出現過嘅喎，點解唔見咗嘅？
因為太多歌啊 ，Joox 呢個 app 咧真係太好啦，太多歌可以俾我哋唱啦。咁所以咧就頭先即係我又不能夠 multitask 啊嘛，即係一路講嘢一路啊喺度啦。最後呢一隻歌咧，咁啊要揀啲大家熟悉啲嘅歌嘅。呢只歌係一套電視劇嘅主題曲嚟嘅。呢只歌係都係彭羚嘅好代表作嘅其中一首歌曲。咁啊，最後送俾你哋呢只啦，就係呢只。等佢老話先，係啦。最後呢一隻，仍然是最愛你。流逝片段中念记，谁能清楚一生走过，谁愿与我永远也一起？碰上了你，爱恋你，原是这样这样美。谁无心中一些希冀，名利国俗里那比拥有你。仍难逃世间中要分离，仍然等待会有相聚，仍然是最爱你，未来风浪里仍愿与你分喜与悲。纵何是你的心爱恋谁，如何可活到幸福里，当一切梦是全流去，我都了解你。碰上了你，爱恋你，原是这样这样美。谁无心中一些希冀，回望岁月里我身边有你。想躺别人怀里，为着始终都关心你，光辉一刻终有日失去，承受磨练爱十世纪。仍难逃世间中要分离，仍然等待会有相聚，仍然是最爱你，未来风浪里仍愿与你分喜与悲。纵我是你的心爱恋谁，如何可活到幸福里，当一切梦似全流去，我都了解你。仍难逃世间中要分离，仍然等待会有相聚，仍然是最爱你，未来风浪里仍愿与你分喜与悲。纵何是你的心爱恋谁，如何可活到幸福里，当一切梦似全流去，我都靠紧你。好耶，唱完啦，唱完啦，好掹咗呢个嘢先，系啦，掹咗佢就唔会再喺度
搞事啦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嘅唱 K 环节就完结啦。咁希望大家咧就喜欢我今日拣嘅歌啦。咁啊，点解我会做呢个女性女歌手嘅唱歌嘅环节咧？除咗因为我做嘅紫色的音乐会之外咧，咁啊，因为我嘅成名代表作《一人恋爱》咧，喺里边我都唱晒一啲女歌手嘅歌曲嘅。咁啊，好啦 ，anyway。歌就唱完啦，咁啊喺度咧就臨完結之前咧，咁啊提大家啦，聽日咧就有我嘅陳偉璇嘅訪問，係啦，爆璇係啦，爆璇咧就會聽日喺我樂天國嘅訪問環節裏邊出現啦，咁所以大家咧如果都想即係瞭解一下呢一個好可愛嘅女孩子，係啦，咁因為咧我第一次即係親身咁樣接觸佢啦，同佢傾完偈之後都覺得啊呢個女仔咧都係好可愛嘅，咁同埋佢嘅新歌咧《本日終了》咧都已經排喺台㗎啦，咁大家如果中意嘅話咧，都記住要去即係聽下呢只歌咯喎 ，OK？ 咁好啦，今日咧喺度咧就同大家講聲拜拜啦，咁啊我哋睇下幾時再見啦，係啦，聽日就會再見啦，因為聽日就會有訪問出街啦。咁否則嘅話咧，就大家如果中意聽廣東歌，中意支持廣東歌嘅話，咁啊歡迎大家咧就每個禮拜二啦，記住啊，每個禮拜二晚嘅十點，咁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啦，樂天國呢一度咧就會有好多嘅好歌帶俾大家噶啦。好，係咁先，拜拜。